久不见，很久没有这种近距离的看到了。真的真的，因为我知道今天就是心情很激动，可是看到你们一切都 OK 了，都足够。对，谢谢你们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们常都会说，就是听静茹的歌好像是疗愈了我们的心情。然后呢，但是我们也想要跟静茹说，静茹也想跟粉丝们说，其实看到大家，我们都是互相疗愈的。所以也谢谢你们来，也给自己一个掌声，好吗？